你没疼吗？你看我这香蕉做的，疼吗？哎呀！哎呀，古星真行啊！啊，有钱就不一样了，好吧？买东西都得用专用购物车，这必须的嘛！你妈的，快点买，累死我了！哎，快点买！快点买！还想偷我东西，手机拿下，给我手机偷去了，我操，偷啥呢？还好我留一手，钱包偷来了，再哇哇哇餐齐了，服务员，我汉堡呢？你汉堡不在这儿呢吗？我怎么看不到啊？美女，你这回再看看。喂，哥，你家在几楼啊？瞎呀！不好意思，美女啊，还挺得劲的呢。喂，在几楼啊，你家？哎，你他妈有病啊！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！想死我了！哎呀妈，帮你们看着了，晚上请你喝酒啊！好的好的。哎呀，忙着啊，忙着。哎准备好了吧？准备好了。
两包了，站住！兄弟，上车。怎么没水了呀？喂，达大哥，上我家来一趟呗，我家没水了。大哥，你来了，你进去看看。我没水了，好办。有了有了，世纪门各进大门，请从快门下车。好啊，你要是能坚持一个小时，我就让你爬爬。我可以先用手弄半个小时啊。老公，没事，那还有半个小时呢。哎呀，我还有另外一只手呢。傻逼吧你是啊。有没有味儿？操你妈！有没有味儿？操你妈！有没有味儿？操你妈的逼味儿太大了！我操你妈！